开的，不是这样开，不是一横横的开，筋膜体过来，不是这样开的，我开错了，拿过来。因为我正在吃什么？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要回答、啊。很少很少接那么多人啊。对耶，因为的那个时候是十月才能够回来。对啊，就十一。十一从大陆的石国庆假日啊，这不是一路上一堆大陆客。就是第一个晚上去夜市都是人啊。都是大陆客啊。然后还有下雨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好吃？你吃什么口味的？我没有拍照。我吃的，三个都吃一样的。他们是小气有名的。对啊。就只有金伯廷会分爸爸吃的，对不对？那两个都不会分爸爸吃的。金伯廷，你会不会分爸爸吃？不会，他可以，他可以跳两百下。两百下。哎。几下？几下？好，算一百。完全看不到颜色，你就要更小心了。我想用汤匙。我想用汤匙，你想用汤匙哦，超级小帮手。他奉献了，其实他都没有车操控。我看 YouTube 啊，有一个机车男，没有一个那种测试汽车，找一个机车。他们自己坐的。坐的。四车在购买。安全部分算是很满的，其他被动安全呢，在二点五以下的全身都满。再见了一下。是二点五全身都一样，但是在里面他们是自带的车型，刚刚上市啊，非常新鲜。还没有外面那么脆哦，因为它就是只是用煎的，但是还是一样好吃。嗯。你看，爸爸，你看面条都没有了，它到这个上面了。这样做可以去烤啊，烤饼干、啊。不行啊，这样用过滤水。我不是用香水。用香水。那你做，你要把它吃光光哦。对，要不然要吃光光。一次要金毛鱼，金毛鱼小心刺，有刺很多。它会挑刺。它会挑刺。起来，起来呀、啊！金鱼很棒啊。接下来说是金鱼，都是欧米伽十。啊，这个对眼睛超好的。你如果它的含量比看很多的电脑，超过鲑鱼，赶快吃这个八倍的健康补回来。因为你看电脑，哥哥，哥哥，你把饼干拿起来，要是看我一拿起来放回去。我也要做一个是啊。把它吃上，还有没到？这个是什么？我就咬走了，我怎么知道？很好吃的。你们根本就不用去买那个什么50块的面包，你们根本。Thank you.